选，但我们后来大家都选择这一张，因为觉得这张充满了不一样，然后大家觉得，怎么会脚这么长？下次就用脚把它给踹开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另外一半，我就用脚把你踹开，把你踢远一点的。那这次设计很鲜艳，对，有人说是泰国设计师完成的，为什么是泰国人做的？不是不是，是造型是在泰国完装的，所就以是身上看到衣服都是在泰国买的。为什么是泰国？这是我的造型师给的一个建议，但是我也发现，在泰国呢，就是有很多设计师的品牌，而且他们的衣服是非常的让人会记住，而且还设计感非常的强。就我一开始也抱持着想说，泰国会不会给我穿一些有金色的东西，就是亮亮的？既定印象。但其实我去了之后，我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好朋友透过 VCR 帮你祝福之外，你也来了20几位歌迷，对，翘班翘课。对。那歌迷，欢迎凤梨大叔，对你认识他，最近出席率很高他了。最近出席很他高，手上带了一个礼物来。他带了一只橘色的马。等一下，问他是不是也跟你的歌之间有寓意的啊？他有话要说。为什么这个礼物？因为鬼鬼的名字是橘月马，我们歌迷呢送这只橘色的马，希望呢，奇怪，这个马腿怎么那么短？这匹橘色的马呢，带给他大吉大利，然后马哦。到成功，马上大发。马上大发，凤梨酥很有才华。马上回本，马上回本，谢谢。哦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看样子歌迷心里想的跟你的爵马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对，那没想到爵马变化这么多。接下来可能会有新的变化，在这个下个变身之前，我们现在拍一个合照好不好？麦克风丹尼斯帮你拿一下，两位看看中间的相机，中间哦，中间，凤梨大叔看看你的左手边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那凤梨大叔请把礼物交给鬼鬼本人，也谢谢凤梨大叔今天率领着千军万马来到现场。那鬼鬼，我们来独拍一下，看看中间的相机。接下来这个橘 Emma 会有下面什么样的变化，下个面貌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。那鬼鬼他刚刚说将会丰满2年，专心的演戏，我们会很想你的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。那常常呢，有人这个丰满丰了2个月就复出了，这件事情也会常常会发生的。那接下来，丹尼斯手上拿了一个板子，看样子鬼鬼是有消息要告诉大家。你的马，丹尼斯帮你拿一下好了。没有，干为什么？什么？帮我拿一下什么？拿一下你的睫毛。好，我现在就是10月27呢，已经对我的 Nanana 已经正式上线了。然后我的 MV 呢，因为这次是单曲，所以没有那么要一步一步来，所以没有那么快会推出，但是确定会在11月10号首播。然后今年呢，在新北耶诞会表演，然后跨年在台湾有2场的跨年的演出。要赶一下高铁啦。哦，对，因为是已经暌违了10年吧，10年，然后10年没有跨过年，不，没有在台湾跨过年，就是第一次跨年是那时候黑色妹妹出道的时候，所以已经暌违了10年没有在台湾跨年。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有智慧型手机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在市政府站，然后跟我们还是主持人，所以我已经10年没有在台湾就是跨年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谢谢你，好好，对，谢谢你。